配合10月份世界乳腺癌觉醒月，八度空间医疗资讯节目开启健康之门和赞助商 Kinohimitsu 今天下午在槟城和宁广场举办了健康之门医疗讲座。那除了展览摊位，还有丰富游戏奖品让民众赢取。是，那么其实因为这次也是配合开启健康之门第三季呢，就是在八度空间播出，然后呢我们也来到了槟城呢，其实这一次进行我们第二次的这个医疗讲座会的，那也配合十月份呢是乳癌的醒觉月，那所以呢希望呢来到这里呢可以呼吁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健康，尤其是对于这个乳腺癌的。今天活动邀请了经验丰富的临床肿瘤科住院顾问医生谢顺吉，营养师和乳腺癌幸存者吴子燕。八度空间华语新闻主播陈丽婷和王金丽呢，则以嘉宾艺人身份参与活动，提高民众的乳腺癌的意识。开启健康之门第三季呢，已经从9月16号开播，每周六晚上9点分享养生之道和健康理念。